快两年了，连续两年，每周两次。庙口，一个联系全村生活的地方。进口蔬果、时尚零食，甚至现在流行的大牌日用品，随着行动超市来到这个小村庄。山区购物不便，为了服务村民，每周三和五都会上山一趟。蜂蜜蛋糕，你是搞我老的吗？哦，还是这样的呀。我要买日常生活用品都很喜欢买。曾文水库上游的大埔乡，从嘉义开车还得花上3个小时。人口4000多人，是嘉义县人口最少，但面积却是第二大的行政乡镇。大埔乡90%以上的土地都属国有地或保安林地。曾文水库新建时，良田都沉入水库中。居民只能在谨慎的山坡林地务农，发生意外几率也高。冬季的清晨，温度微凉的7-8点钟，大埔乡的居民已经在这里兴奋的等候。维他命 B 群，嘿，那个就继续吃。我吃了中药以后，我就没有吃 B 群。那你要吃一点 B 群，因为你这个。每个星期三的约会是大埔乡的大代志。血糖有点高，这样子。乱吃。对乡里没有医院的大埔乡居民来说，下山看病是一项大工程。这个星期三的约会是必须要记在日程表里的重要行程。啊，是你食啊，小好。无，食啊，少济安尼。我食足少个，我一日拢食无一碗，一顿拢食无一碗饭。咸咸啊，食呢。这手放，脚放来吼。啊，我一脚等你哦。对呀。会猫吗？哦，我足会猫。来，较悬。你厉害哩。厉害。嗯。不如一放一脚，再用脚放一个嘞。好，谢谢。阿嬷他们都会因为工作而有。整个脖子胀起来的现象，这种那个水牛肩，结合干掉阿北公完全喝，你也没吼个噗噗，也红霞个滴诶。熟练的把脉针灸，叶明宪是大林慈济医院的中医师，俗称的人狠话不多，一字排开整排的病人，头上身上插满了针，外地人看着是瞠目结舌，在地人却是甘之如饴。
似乎各个身心都得到了纾解。十八年来，叶明宪每周赴约，对居民来说，他不只是位医生，更是重要的家人。我们这边的笋子当然有整根的笋子啦，做成了酱笋啦什么的，然后很多的笋子它很大块，有很多笋子是笋尾，那当地的人喜欢吃笋尾或好吃的，或者是那个外来客好吃的，他们都会吃笋尾，因为比较嫩。有一次呢，我买了一箱的笋子，然后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啊，这个笋子还不错吃，很怎样怎样，结果没想到人家看到的时候说啊，叶医师你家是那种笋尾啦。哦，那我才知道说哦，原来是人家特别挑好给我的。然后虽然 当下没讲，可是你后面知道人家这样用心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很感恩他们的，他们对我很好。叶明宪除了是大林慈济医院中医科针伤科主任之外，也是中医癌症专家，许多病患在山下挂不上号，还会特地上山来等一个看病的机会。他那么辛苦从嘉义那边过来我们就很感恩了啦。哎哎，叶医师来多久了？你有印象？医师有我听说差不多二十年了啦，因为我公公往生十几年了嘛，他我公公之前也是有过来这边看病嘛，就这样。就一二十年来都这样上山下山。对啊，真的是很辛苦了。我之前几年前他说要给他调到别的地方我就很心疼了。我说我没有叶医师我真的是会活不了。山路蜿蜒，天后也不一定次次都风光明媚。叶明宪和团队上山，这十多年来多次在生死关头游走。我出过三次车祸，然后三次的话，就反正有人帮忙啦。我说那个这个地方有好的那个环境，然后好的林场，还有那个有好的人来帮忙，所以我出过车祸都我们慈济人帮我们的忙，然后那个当下就他们来帮忙，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大事化小。小事化无，那都沉弱无力了。所以天气，怪不得天气变动多，你就不行了。这里一些补血，你那个龟鹿二仙胶，我要跟你停一次哦，哈。因为病人很多啊，他因为会看完啊，看完这样是不是？你说真的，对他来讲是真的，他还有妻小，要也要想到他的安危啊，哎呀、啊。听说他有出过车祸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当然了，说我们都听了都好紧张哎。他就怎么我们这边等车都真的是不想要如何去那个抚平那心灵哦，所以我们都祈祷菩萨加倍他，大医王不能出事情啦。叶明宪说，他从小就喜欢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这一类的古籍小说，加上他还是太极拳八段的专业教练。以中医的方式行侠客的异形，或许也是他的天命。一个医师十八年来都没有忘记他和山上的约定，一年五十二周，十八年来将近九百多趟的上山下山，就只为了守护偏乡的居民。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身体状况，在我们的调理之下，他们可以活得很久。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说，活得很久的意思是说，像我们看的病人都是属于癌症的病人，那很多癌症的病人竟然，我们看着，在很痛苦的状况下，我们可以帮助他一些调整，然后减少了他的困扰，然后让他又活得下来了。然后，所以我们可以，甚至很困难的癌症哦，胰脏癌什么的癌症，那种竟然都可以活久起来了，很好。那我们感受他的生命的喜悦，我们感受我们人生也是非常的快乐啊！人生的快乐是这样不断的累积起来的。哎，给你哦，哈，咱这注射了，注射所在，唔能去改乱。已经七十多岁的林英龙是大林慈济医院内科医师。民国八十五年健保开办后，原本寄望能改善当地无医乡窘境，没想到大埔虽然地处偏远，但因海拔不高，
并未被列入山地离岛医疗给付效益提升计划中，仍然招不到医师助诊。当时是全国少数的五一乡之一，乡亲生病得舟车劳顿约两个小时的山路到台南或嘉义市，不少病人就在这样的交通延宕中往生。人生苦海啊，吼，啊，足济人足艰苦的，尤其这偏乡的所在的人，你这些人实际上破病嘛足辛苦，吼，要看一个病，那简单呢，就忍耐忍耐啊，就忍未过就过，啊，那大病时吼，忍未过就爱，人讲小病。哦啊，人啊，大病就要滚啊！师姐，咱来的是大家师兄，大家是对于迄个台山县来嘛，吼、哦。这条路这么继续好走，无古早无这条路啊，古早拢是石头路，用钢的，安那钢就是两支竹篙，长的竹篙啊，中绑一条细条竹椅啊，啊，互患者坐伫顶悬，啊，头前一个钢，后壁一个钢，安尼。安尼，你看要行几点钟的路，再去到甲山卡，还有一个分水的迄个所在，迄爱行七八点钟的路，啊，佫爱佫爬悬爬低吼。我听这人讲吼、喔，真辛苦啊！迄有半途中就往生去啊。当时爱听无？方便注意，小看小看。民国九十一年，卫生署将大埔列入偏乡医疗计划。慈济大林医院接手后，才成立医疗站。要顺势啦，你这工序吼，看起真水啊。咱若无咱转来，你这工序遐大，空也无天也无雨落。你无得好处理啊！你伫厝，你若家己顾，佮今日去感染着吼，迄是迄类啊。遐我出年就拢来滴哦，临时换药啊，迄类啊。啊，若无我无得好处理，迄类你伫家己，我甲拄仔咧走，逐工拄仔咧走，我来无得。2016年3月1日起，林英龙医师不畏辛劳，接手了山上的服务。虽然是内科医师，面对医疗资源缺乏的大埔，也得要18般武艺，样样精通。这种骨卡龟，伊普通还走入去厝内底，阿嘛爬楼梯，爬到二楼起来。哎呀，啊，这款呢，它亲像咱的家庭的，这种前的时，伊未走入去厝内，一直拢伫野外。竹篙啊，啦草堆啊，吼、哦，树啊，顶遐较密迄个所在。但是遮拄着上阵这两种，这20个去抓家着19个，拢是这两种。啊，报道自古早到咱诶日本时代诶进程，就开始拢种着麻竹笋啊。即搁再来都直流传落，直介绍啊！阮爸，阮算阮阿公落，就传阮爸，伊就搁传阮安尼，种到遮来啊！你大埔乡居民年纪偏长，多以务农为主，主要农作物是麻竹笋。大四甲秋，这开始换嘛。发嘞，都拄好，车拢遮悬都爱错啊！拢像这都拢总是发起的笋头啊。山上居民大多务农，经常发生各种意外。像我介心肌梗塞，都直接去甲卫生所用卫生所，迄只直接载到位的，无得死啊！听讲是林医师甲你救的吗？嘿，对啊，都去的遐讲安尼，拄好还搁在。伊去到地嘛，还佫伫遮伫较内遐发生诶，怎啊佫阮某家己开车开到咱卫生所，才伫遐倒伫遐，倒伫遐才赶紧看林医师看讲毋属实，才叫救护车卫生所才救护车，就随载甲省外去啊。
哦，安尼我原来遐嘛有工课，哎呀，所以伫遐拢咧做渐渐的工课，较蛮准。到尾啊，嘛伫遐做十六年，所以想讲，哇，遮若有需要，我就来试看卖下咧啊。所以就这个因缘就来遮。20年前的偏乡大埔，水库新建，桑田变沧海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谋生的产业，连个诊所都没有。这个无依乡能有现在两位医师守护，是因为一间短促的落成，命运才得以转变。台湾老龄化人口日渐增多，2000年大林慈济医院启用。这间田中的短促，它的落成是在地居民最大的依靠。同时开启偏乡网诊和住诊的服务，至今已经超过20年。大埔那个地方哦，是一个医疗资源非常欠缺的地方。那林英龙医师啊，跟叶明宪医师呢，他们是一个是守在那里西医，叶明宪的是每个礼拜啊上去为中医来诊疗，都是为了专业。为了服务当地的乡亲，这样常年的付出从来没有间断。准备好药材，又要前往赴约周三的约定。我拿去大埔的药哦。好，每个礼拜三傍晚送走所有卫生所的病患，叶明宪还得留下来挨家挨户拜访他的老朋友。目睭是安怎？目睭微微啊发炎的状况呢？安尼，会痒吗？会疼吗？会湿吗？你即马会当行偌远啊？就安尼行路，遮行，啊会当行到庙口，会无？阿伯是那个中风完之后的那个变化，所以中风完的身体的偏瘫呐，然后一些受伤完的状况，所以现在讲话的舌头的控制能力、脖子、身体、腰脚的那个平衡度都有一点点不足，但是还不错啊。从那个受伤完之后到现在都慢慢的，你说恢复很多嘛？但倒没有，但是慢慢的活动能力这些的都还好啦。信仰中心北极店的张庆川夫妻认识叶明宪已有18年了。当年他和慈济仁医会的志工们第一次上山，就是借这里义诊。迄阵啊，唔是伊呢？哦，迄阵是朱泽，丢朱泽来在义诊呢。义诊，嘿嘿。啊，迄阵啊，伫哪？都拢伫咱这边乡里面，里面安尼。咱这里，嘿，就有这内底，啊，后面拢做图书。哎，拢做图书底下做啊！哦，人遐师兄嘛拢真牛，牙科的啦，这边做牙科，啊，一边是你进遐啊，迄个头顶是妇产科啊，嘿，啊，后边拢做厨房遐。哦，遐偌济人呢？迄个店啊呢，椅啊呢，可能拢大家拢坐啊呢，坐坐啊开讲啊呢吼，哎，拢会讲一挂迄种听唱歌啦，啊，叫人做啥物动作，啥物种，只要书记拢讲叫人做，安那动作安动作，拢袂放，互你无聊伊啦，嘿。真正我感觉舒服啊吼，真正有影，甲遮个舒适啊舒畅实在，感觉讲恁咧做诶迄个工课实在是，互人感觉讲哦，真正实在爱讲爱学习啦。来遮徛一下，因为你倒咧吼，我无法度帮你迄个，有诶所在翘袂着，嘿。看到叶明宪95岁的李阿嬷非常开心，连忙要大家去把冰箱里的好吃好喝的都拿出来。那阿嬷的食物啊，我们都会看看阿嬷的食物。现在像这种有点刚刚的食物，或者是昨天的食物，然后看看有没有放过期了，还有没有注意一下什么样的东西有没有那个放太久。现在状况还不错，嘿。没有说特别的那个乱七八糟的食物，是有发现过。对，就比如说水果都酸败了，或者是发霉了，那阿嬷有时候会看不出来那个样子，她就会直接拿来吃。我安尼全干那煮下去啊，我做落去咧煎嘛咧，就干咧
跟咱孙舅妈读高中的安尼，十外年啊，十外年啊，嘿，伊就对我真好啊。我迄阵啊，当乡的时候，伊捌朋友出来咧，咱甲签咧。伊就对人真好啊。咱大部分人无意思就食吼，食下头的唔知要安怎。老人家也不是不愿意下山和子女住，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他只能自立自强。像朋友又像是家人的叶明宪，每周的到来也给予他能够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。新妇无闲的离婚的呀，后生早就死呀，后生查囝囝婿拢嘛死呀，就我家己尔。你唔是还阁有孙孙？也孙就怎啊给你感觉啊？哦，系啊。我就是我那提出勇气，我讲我第一手机不使拍落，一定爱徛起来嘛。对，嘿。系啊。安尼才有气魄。系啊。无安尼，你自己拍过呢。系啊。但是安尼，会当家己顶当落过啊，迄就无代志啊，嘿。踏着夜色，继续前往下一个个案的所在地。这个已经医疗站的那个晚上了， okay. 外面天都黑了，七点多了。医生，你是七点算早了哈，对你来说。七点还好了，还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一位医师休息了，另外一位才刚开始。24小时随时备战，还得18般武艺样样精通。加一个医师啦，吼，其实我以前在日本留学过，吼，有办法去太平洋的小岛、小笠原群岛，遐拢捌去去过。啊，我读的迄个研究所，就是主要针对因日本嘛，作些即款偏乡无依村的所在，所以有一寡经验，所以因为。拄到足侪种个病，啊，专科个即个诊所医生无法度讲像咱大病院讲哦，大家分科足侪科，哦，啥物病着去过看着，伫即个所在拢无可能，一个人爱独当一面，大家来，大家拢爱共看。而且实在上，就敢若做兵啦，你战场毋是普通个兵呀，迄是战争，随时着是爱急诊患者，24小时都手机啊拢爱查咧，你困嘛爱囥柠檬床。病啊，安尼电话来都要紧，5分钟紧冲来遮处理啊。忙到半夜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卫生所在哪裡？我们卫生所啊，在那个现在看到路上路边正红色大块的那个屋顶的旁边。北极殿在我们的右前方，那是我们大埔的信仰中心，这个地方已经有200多年了。就像北极殿忽悠村庄200多年的神明，像当年帮村民赶走盗匪的叶姓捕头和白马的传说，大林慈济医院的两位医师用他们的专业转换另一种形式，成为大埔乡民的守护者。来家来当做有意义的代志，对，来家哦做看卖啊，这就是我的天命，我的责任呐，我有守护一方人民的职责，所以我虽然不是警察，但是我可以来守护这个地方，嘿。